就像黑罗老师继续，我继续啊，讲这个那个内部产品的部分哈。黑罗老师，今天苹果是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讲这个我们杰斯的这个系统的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说我们杰斯的话，它是一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它是从外到内，从内到外双向调节啊，它整个系统呢叫做就是说 YES 系统，就是叫 Use Enhance System， 整个细胞的年轻化提升系统。所以说呢，它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就是内环境啊给它调理好，然后呢把我们的每一个细胞管理好，然后把每个细胞呢把它提升到一个年轻的状况，回复到年轻的状况，然后让你的细胞的功能正常化，然后你的细胞好了以后，那么你的组织跟器官是不是就会好？你组织跟器官好了以后，你的八大系统也会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呢，我们这个白藜芦醇呢哈，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呢，它是起到一个排毒啊，一个激活干细胞的功效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白藜芦醇的话，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经常买的这个葡萄皮上面提炼出来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它是一个物质啊。那么这个物质呢已经被美国的哈佛大学跟国家老化研究所跟英国的帝国科学院这三家最权威的抗老研究机构呢证实为本世纪内最具抗老化跟抗氧化功效的成分。那么这个白藜芦醇其实在1953年就是日本的科学家就已经在像那个花生皮啊很多植物里面都找到了，但是大家就说为什么到了现在哈21世纪才会广泛流传下来才开始使用啊。在上一世纪大家知道抗氧化剂最出名的是什么？葡萄皮，对吧？对。那么到了这世纪为什么才会用到葡萄皮上这个白藜芦醇呢？就是因为它的提纯技术非常的难提纯，因为这个白藜芦醇呢它是昙花一现啊，它是植物呢分泌出来，为了保护它自己不会被虫叮咬引起发炎啊，然后呢不会就说紫外线把它照伤，它是分泌出来保护它自己的啊一种植物。那么这个东西呢在这个上面呢是昙花一现，它很短时间，所以它的提炼的工艺呢要非常的高。那么在现在全球也只有5家公司可以掌握它的提纯技术啊，在美国有3家，在德国1家，在日本1家啊，杰斯公司呢就是它其中的1家。啊，那么由于它是天然的抗菌素，所以说它的杀菌抗炎功能呢会比阿司匹林啊高60倍。那么由于它及我们人体里面呢有63种基因，其中有一个31号基因是跟我们青春有关的啊，这个基因才是关乎着你今天是不是年轻啊。那么这个基因的话，这个白藜芦醇就有一个激活这个31号基因的功能。所以说当你在吃了白藜芦醇以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年轻，不光你的样子看上去年轻，更重要是你自己觉得你的精力啊，你的体力啊，你的精神各个方面你都会觉得年轻。所以就是由于它会激活我们的31号基因，所以你可以有效的延长寿命15到20年啊。再来的话，它的抗癌效果呢增加40倍，而且没有副作用啊。然后呢激活我们人体的干细胞生成成骨细胞，所以对于我们50多岁的老人家来说呢，你今天不需要去吃钙片了，补钙了。因为如果今天你吃钙的话，没有阳光，没有 D3， 你的钙是不吸收的。所以说长期你补钙补到最后的时候，你是骨质增生骨刺反而更糟糕。那么今天你就是喝白藜芦醇，一天喝个2包啊，有经济能力的喝个3包4包，那这个呢就会帮助你增加激活你的干细胞，帮你生成纯骨干细胞。当你的骨细胞都是新的骨细胞的时候，你的骨密度是够的，所以你不需要补钙。我们补钙是因为我们去检测骨密度低了不够了才会要补钙，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补钙，就喝白藜芦醇就够了。那么我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白藜芦醇啊跟其他公司有什么不同啊。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家公司有白藜芦醇，那你为什么要你的伙伴
专门要来用结丝的白藜芦醇呢，就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一小包里面有，我们大家看了，除了白藜芦醇之外，它还有另外的七种全球公认的最高抗氧化这个水果在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配方，我们叫做黄金搭配呢，就会把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呢增加了哈，到186毫克的白藜芦醇的含量，就大幅的增加了它的抗氧化的能力。那么我们很少有哪一个人每天吃够5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的，有没有？都没有，对。那么从营养医学来说，我们每天要吃够5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你才可以满足你身体细胞对这个维生素啊这些的需求。那么所以说我今天只要有我这个小纸袋白藜芦醇呢，那我就喝这个，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对吧？那我可以补充我所有的从植物里水果里面的这些维生素啊，同时呢它会把我们的酸性体质变成什么，碱性的。只有你碱性的体质才会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天都在吃肉吃的，或者是吃个面包碳水化化合物，你没有补充这个，你的身体就长期处于酸性体质，所以说你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得癌症，就这样来的哈。所以每一天2包放在包包里面，随时可以喝。我们的这个设计非常的方便，不像很多公司是瓶装的，你喝完了以后，难道你还要带个冰箱吗？对不对？抗氧化剂一打开接触空气就氧化了，就已经失效了。所以我们每个一设计是每次一包，喝得干干净净，还可以从后面撕了擦手，对吧？所以非常好啊，这个是他设计的领域，设计的就跟其他公司不一样啊。那么这一小袋呢，含有186毫克的白藜芦醇，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喝了186瓶啊法国的啊干红，而不是中国的那个红酒勾兑出来的。99%的中国红酒都是勾兑的，里面没有白藜芦醇的，明白了吗？真的是，不是说这个是，连他们自己做酒的都是这样说的，对，他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是186瓶，就是今天你很有钱，你很豪，你也很有品味，你能买得起186瓶红酒，你喝得起吗？喝都把你喝醉死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小袋就相当于那个喝法国人天天都在喝红酒，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好身体，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杰斯公司的这个白藜芦醇呢，用了一个制药工业里面最高的制药工艺，叫做悬浮凝胶技术啊。这个技术呢就打破了我们的传统。你看我们的抗氧化剂如果通过胃吸收的话，胃酸会把它破坏掉，所以说过去的话葡萄籽你吃了再多，它的吸收率只有10%，它是药片，对吧？那么药丸的吸收20%，后来现在为什么开始研发成胶囊，对吧？但是中国很多毒胶囊，对不对？有的用皮鞋做的。那所以呢现在这个呢是悬浮凝胶技术，吸收率高达95%，同时呢含在口腔里面30秒钟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进血液进细胞，来得快啊，吸收率又高。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东西很好的时候，有的公司的东西并不差，但是你问它吸收率多少，你东西再好不能吸收，像我们40-50岁的人的话，我们的消化跟吸收功能已经退化了40%，所以你有一大半都浪费掉了。所以今天这个呢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技术，就让你的吸收高达95%，就相当于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花100块钱我是丢掉5块好还是丢掉90块好，对吧？我花了100块钱我只能吸收10%，意味着我浪费了90块钱。可是今天我花100块钱我95块都吸收了，只浪费5块，哪个好？肯定是这个好，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它的特点。那配全精华的这个神奇功效呢，刚刚我就说了，第一就是活化31号基因，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增加我们的寿命，恢复我们年轻。所以说你喝白藜芦醇，你想要漂亮年轻，想要没斑，你不光要茶外用的，多于这个就是对局部加强的，更重要是内部的调节，激活你的基因。如果今天你的31号基因有问题，它休眠了，受损了，你吃龙肉也好，你天天喝营养液也好，你天天跑步也好，都没用。所以说这个就是
这个基因的健康哈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清除自由基，增加免疫，就是对于我们孩子发烧啊、感冒啊，多吃几包哈，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些清除。再来就是降低三高，防止脂肪肝跟肝硬化，因为它会排血毒，好排血毒。第三，我就改善心血管，防止高血压，还有呢，促进心骨形成。刚刚我说了，预防骨质疏松，就你喝这个就不用补钙了，你节约更多的钱哈，有效的减重瘦身。这个就是法国人长期喝红酒，为什么法国女人身材都那么好？科学家就发现，红酒里面的这个白藜芦在起的作用，所以说最优雅的女人在法国，啊，因为他们天天喝红酒，真的是男女都是，哇，那个体型太好了哈。然后再来就是说控制血糖的浓度，平衡胰岛素，还有呢就是对我们女性平衡我们的激素，我们的激素呢，我们的雌激素会高会低，太高也不好，太高呢，乳腺增生、子宫肌瘤，所有的妇科的癌症。太低呢，二三十岁的孩子就开始痛经啊，然后呢就是生不出小孩了，30多岁就绝经了很多。所以这个呢，帮你双向调整，调到最佳状态啊。然后呢，还有呢，延缓我们的更年期。对于男士来说呢，就是一个天然的威尔刚啊，还有呢，防止男士的前列腺炎跟前列腺癌。40岁的男士60%，真的前列腺炎、前列腺癌，40岁以上的啊很多。然后呢，抗过敏、哮喘、安定神经、安眠、抗抑郁啊，具有抗癌、抑制肿瘤的作用，这个就是它的神奇功效。所以呢，这个白藜芦醇真的是一个宝贝。这里就讲了，所有的癌症都一回事啊。我们人呢，每一天新陈代谢会产生3000到10000个癌细胞，当癌细胞长到3个毫米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个聪明细胞，它为了扩张，它就会自己分泌一个，只要长到3个毫米，它就会分泌一个尿激素啊，化学成分尿激素。这个尿激素呢，就会使周围的微细血管增生出新的血管细胞啊，新的血管细胞呢，就会把它拉向那个癌细胞，把它包裹起来，给它供养。所以说，如果一旦你的癌细胞长到3个毫米的时候，你所吃的营养都跑到哪去了？癌细胞去了，所以说你的好的细胞是没有营养的。所以这个一般得了癌症的人是不是体重剧烈下降？对吧？医生一看就说怀疑你是 cancer 了，剧烈下降啊，因为你的所有营养都跑到他去了。那么从3个毫米哈，大家知道从最小长到3个毫米需要5到15年，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座的都是癌症的候选人。啊，对呀，都是癌症的候选人。但是呢，就说我们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癌症呢？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嘛。但是如果一旦你比如说你熬夜啊、心情不好啊、压抑啊，还有呢就工作太繁忙啊，你的免疫系统只要一下降，这个癌细胞就一点长大，只要长到3个毫米，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扩张了。扩张起来，从3个毫米到3个厘米被检测出来，一般6个月。到1年，所以很多人在过去检查没有癌症，今年为什么有癌症？就是很快的。所以说，我们喝这个白藜芦醇，科学家发现它不是去杀死癌症，是我们每天在喝的时候，它是综合尿激素。综合尿激素的时候，它就是把这个尿激素一综合的时候，你的供氧源就被切断了，你的癌细胞最后是被饿死掉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平时喝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喝的时候其实就是增加我们的免疫啊，免疫系统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吞噬细胞会把这个小的癌细胞给它吞噬掉，我们让我们的小的癌细胞不要长大到3个毫米。所以我们健康人每天喝2包3包，就是增加我们的免疫，让我们小的癌细胞不要长到3个毫米以后它去变异啊，扩张。那如果像刚刚那个就是赵兰说的，已经得了癌症怎么办？大量的喝白藜芦醇，对，大量的喝白藜芦醇的目的就是综合尿激素哈、啊，综合尿激素啊，把这个它的血供氧源给切断掉。但是你要喝多少不知道，因为它体内的癌细胞，每个癌细胞都有很多尿激素支撑它每一个，那么你要喝大量，所以一般我们的根据经验来说是建议他喝8包到15包，但是当你已经是癌症了，就是你
医生都宣判你没得救了，你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吃多少包谁也不知道，可能你吃了八包，可能你身体里面这个癌细胞太多，它综合的不够，它还只要有一点它就会继续长大，到处扩散，全身转移啊。之前政府在设的那个抗癌症这些，看不懂。好，我们看一下，如果你里面有太多的这些小的癌细胞，你看你怎么喝，它到处都是在都有这个癌细胞，它就随着你的局部血管、淋巴、全身在转移。所以说，一旦你在哪个局部长了癌症的时候，你可能割掉，对不对？给你放疗化疗，可是它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过几个月又出现了，对。就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防于未然比等到你出了问题来更有效，就是你那个时候会花更多钱还不一定有效。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一天喝两三包就是保护自己的健康。对，好，那还有呢，这个白藜醇一定要给小孩子喝，因为它会激活干细胞的话，小孩子这个成骨细胞会多的话，孩子会长很高，孩子会长得非常高，帮助小孩子骨骼发育。对啊，然后呢，孩子发烧呢就不再需要去用退烧药跟医院的输液，还有呢，活跃脑细胞，小孩子会更聪明、更专注。啊，这个白藜醇它有安定神经啊、集中注意力的功效，非常好啊。那这些，这个是阿斌的儿子，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哪一个？就是左边那个，对，他的儿子在江门上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有几十个学生，只有他儿子那个流感的时候没有感冒。因为他每天都喝白藜醇，其他都感冒了，对，很牛的，那对。好，那么 AMPM 这个早晚系列哈，那么这一篇图呢，就是我们的 Dr. Jim Papa 2014年获得诺贝尔奖啊提名的这个背书，大家看一下。啊，有的人会问你啊，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就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证书哈，一个背书啊，就是表彰他在这个基因修复跟 epigenetics， 就是这个基因哈、啊、基因发展基因学上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啊，奖获得他获得的这个2014年诺贝尔奖的诺贝尔的这个提名哈、啊。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叫做太空人的美国太空人的营养品，那你在中国推广这个 AMPM 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就是美国研发出东西来毒害中国人的。你首先要告诉他，这款东西不是拿给你中国人吃的，是研发出来给美国太空人吃的。太空人已经是做了白老鼠的啊。那么这个产品的话，就是由金帕帕带领200多个中西医学的专家、研发专家，他们到全球去长寿村的地方去找的一些长寿村人吃的这些营养素，把它提炼出来放到 AMPM 里面啊，为了保障太空人的身体健康而设计的。所以说白天两颗让你精神抗压，因为压力是我们产生疾病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了现在，所以白天一定要抗压，让你觉得怎么样的生活压力你都觉得很愉悦很开心，不会就是很抑郁很不开心。那么晚上两粒呢，让你啊躺下去就睡着，一觉睡到天亮，中间就起夜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那金爸爸说，只有你进入到深层睡眠，我们的细胞才可以开始自己进行排毒跟自我的修复。如果今天你的睡眠不好或者不能深层睡眠，你的细胞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排毒修复的，那你就越来越差，越来越细胞损伤的越来越厉害。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自己去修复啊。那么我就快速的过一下这里面的成分。所以说今天你还需要去到 Costco 去买维生素啊这些吗？在我们的 AMPM 里面，你看没有一个公司比它更全的维生素了，它总共有76种营养素，其中你看一下所有的叶酸哈 B3 B6 B7 我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 B1 还有维生素 H 这些都有啊，还有呢微量元素全方位的给你补充啊修复。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益生菌啊，益生菌的话就是，对，这是最全的益生菌哈、啊，因为我们的肠胃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其实你身体健不健康就是从你的肠胃开始的啊，它
就是我们的专门我们的肠胃的系统，它里面的这些益生菌就是提升你免疫系统啊，都有啊。Hello， 好，那么第三，消化酶，消化酶的话，它里面有五种消化酶，也是最全的。老人家年龄大以后，你发现他吃点面食啊、红薯就盯住了，对不对？发酸了，对不对？那这里面就有第一个淀粉酶，帮助消化这些淀粉的。第二呢，中性蛋白，就是你经常叫老人家少吃点肉啦，什么不要吃太多肉，对不对？吃完肉了，它盯住了，它不能分解，它能力下降了。这里面有啊，还有纤维、粗纤维的啊。年龄大了以后，这些酶都少了，没有了，因为你的肠胃是最先受损的一个系统，所以说这个里面给你补充所有的啊，乳糖分解还有脂肪。啊，这油脂老人家不宜多吃，为什么？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年龄都不多吃。我现在随便吃肥肉什么没问题，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去分解，然后呢，我可以充分的吸收它的营养啊。因为我们女的也需要这些吃类的东西，要不然的话，你很多雌激素没有办法产生，你很快就变成老阿婆，你的脸很快就扁了，对，很快的哈。那么再来就是卡路里的抑制啊，因为科学家来说，肥胖就是一个衰老的象征。我们很多时候到年龄大的时候都会对开始发体肥胖，所以说它在这个里面呢加了一些成分呢啊，紫檀丝啊、白藜芦这些东西，就是来控制我们对食物中的卡路里的吸收，让我们呢在老去的时候呢不胖不瘦，维持在最佳状态。你关静音，关静音，他们在录音哈。啊，那透过抑制推迟卡路里吸收，推迟细胞的老化，啊，肥胖就是衰老嘛，啊，很多年轻人现在提前肥胖就是提前衰老，啊，另外的话，我们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对不对？你虽然在喝白藜芦醇，你也在排毒，可是你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化学添加，都有毒，怎么办？这里面就有一个专门清除自由基的成分，是由浓缩的十字花科蔬菜啊。葡萄皮、大麦草、迷迭香、番茄红素，这些都是欧洲人吃的东西。然后的碧螺籽啊、黄体素，这些你看哈，这些东西提炼出来的，然后来帮我们排毒，及时排毒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吃的冬虫夏草跟蜂王浆，这个主要就是调节我们细胞的哈，我们的生物时钟的，让我们的身体处于最佳的啊。最佳状态的啊，白天你的细胞有能量释放能量，晚上你的细胞开始去吸收能量，就是它的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调节我们每个时段所需要的荷尔蒙啊，激素跟荷尔蒙。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猫爪草，看没有？修复基因修复，这里面我就说我们那个修复双晚上里面也有这个成分，猫爪草啊，那个。香港人就拿这个猫爪草，他就想猫爪它长出的就是这个地方像这个一样，它的茎他们拿出来煲汤的，就是它这个呢还有这些成分就是修复你的啊双骨跟单骨的基因的，你的基因修复的越好，基因功能越好，你的寿命就越长，因为你没有这些有问题的细胞，你的器官就不会病变。那我们这个里面就说它也有褪黑激素，然后猫爪草也会修复我们的这个脑神经啊，那么它会让你的褪黑激素越来越多，所以你晚上到那个时候你吃下去，褪黑激素一增加，过半小时你想睡觉了，而且睡得很深沉，就是我们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褪黑激素开始减少，到后来没了，就老人家一晚上都不睡觉了，对，做的发神了，真的，我妈一晚上以前只睡2个小时，你说她不是不睡觉，就天天打游戏的嘛，对，真的是这样的。现在我妈睡也不。你就给他吃这个，我妈睡得可好了，现在、哦、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对，那不错、哦、对。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成分就是我说的干细胞维护复方啊，在 AMPM 里面这个就是它拳头的成分啊，这个呢就是从美国的克劳马斯福的蓝绿藻还有绿藻、藻褐藻、螺旋藻啊这些藻类里面提炼出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就叫小球藻生长因子啊，这个小球藻生长因子呢，哈、啊，就是它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我们的干细胞正常化。那么这个干细胞呢，就是我说的，你的干细胞被激活了，走出来修复你的八大组织器官，就是靠这个
那这个就是因为科学家发现日本人受过两次黑辐射的污染，依旧是全球最长寿的民族，而且也是在婴儿的发病，就是癌变发病率跟苏联相比，日本人始终处于最低的啊，跟苏联也是受过黑辐射的污染，但是苏联那个儿童的发病率非常高，但日本反而很少，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一天中午都跟小孩子吃两颗藻类的提炼剂，而不是喝娃哈哈合成饮料，对，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那后来科学家就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小球藻生长因子，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抗很多癌症的啊。这个东西就是激活我们的干细胞进行修复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小球藻生长因子，叫做CGF Corolla Growth Factor， 是一种藻类的，你们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你们自己如果做那个研究的话可以搜索一下。那这个东西你吃下去以后，就这个成分吃下去以后，它就会修复我们的八大系统，它激活我们的干细胞走出来修复我们的八大系统。那第一个呢，就是骨骼生成大量的成骨细胞，年龄老了很多时候老人家髋骨就坏掉，最后不能走路了，那这个可以把你的骨头修复得非常健康，所以你可以一直走下去啊，能够运动。还有呢，消化系统加强你的肠胃功能，让你能够吃得香吃得下啊，还能够消化，很重要的，对吧？因为如果你消化不好的话，你的营养吸收有问题，每一次流感来的时候中招的都是老人跟小孩，因为这个一个是肠胃功能还没有健全，一个是肠胃功能已经丧失了，所以这次美国的流感死了4000多个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大部分。所以说为什么你要这个 AMPM 一定要用哈，那么刺激你的性激素分泌生殖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呢就是平衡我们的荷尔蒙，帮助我们体内排毒，这个呢就是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起夜啊，非常重要。然后呢提升你的免疫功能，就你免疫强了，你的癌细胞是不是自然的啊就被打掉了，对。还有呢，神经促进你的脑细胞生长，治疗脑萎缩老年痴呆。还有呢，加强肺部细胞功能，排肺毒。所以你去大陆的时候一定要吃 AMPM， 因为在大陆我觉得哎呀真的是 PM2.5 太厉害了，已经是这个是 AMPM 啊，对，整个中国都是一样的，走到哪里都是雾霾，所以说我们的喉咙每天你都自己感觉到被堵住的嘛，所以这个里面的话，你如果是你的肺部功能被加强了，它能够把一些那个小微粒给它排出来，很重要很重要啊。循环系统就是加强你的造血功能，促进干细胞生成，排血毒，最重要就是治疗心脏病血栓。所以说杰斯的三款产品是缺一不可，它是叫做系统就是缺一不可，都有功效的哈。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AMPM 里面呢有这个端粒的维护的复方，这个复方呢很多公司都有，所以说有的公司会说它也有端粒的技术，那你问它是维护还是延长技术，杰斯公司是既有维护的也有延长技术啊，两个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过去吃的单方，对不对？很多人都吃过大豆奶磷脂啊，是亚麻油酸啊，油还有这个葡皮素啊，葫芦巴籽啊，什么姜黄根啊，广东人很喜欢吃的。那 Omega 3就是我们吃的深海鱼油，所以说日本人长期吃深海鱼的里面的 Omega 3跟6特别多，所以也是他们健康长寿的原因。对，体重锻炼没。那葫芦巴籽大家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人吃的吗？葫芦巴籽，我们广西有一个长寿村叫巴马，对啊，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王刚拍的一个纪录片，那个地方的都是长寿超过90岁、100岁的老人家，有的在清朝出生的。那当初王刚采访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就是拿葫芦巴籽来煮野菜。这个葫芦巴籽你看就是启动端粒酶的，他们不懂，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会吃冬虫夏草，它放在里面了，豆浆放在里面了，对不对？那么日本人吃的这些藻类的东西也放在里面了，
深海鱼油里面的 Omega 3放在里面，我们中国广西巴马的长寿村为什么他们会长寿，他们也没有医疗与世隔隔绝，就是葫芦巴籽，它有三个原因长寿，它那个纪录片里面拍的，第一它的水是碱性水，所以为什么我买个康基窝的，因为它是碱性水，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磁场，当地有磁场。第三就是它吃葫芦巴籽，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中国人给破坏了，大量的弄去，大量的弄去，完全就破坏了，这根本不可能嘛。所以说这里面有葫芦巴籽，明白了？啊，对。那么好了，端粒跟端粒酶，你就其他东西都不用再吃了，真的就吃这个，认认真真吃，不够就加点量就够了。不用再去 Costco 买那个单方，花那么多钱去买几十块这一瓶那一瓶，对，还有毒，对，所以就说你要懂得啊。那么端粒跟端粒酶，大家看一下，我讲的这个是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跟医学奖的啊，授予这三个科学家伊丽莎白泰勒啊、卡罗尔啊、格莱德跟杰克啊、奥斯塔克这三个科学家，他们研究了几十年，最后在2009年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么这个的发明，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最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这个发明为什么会奖励他们三个科学家呢？就是他们不光解开了人生老病死的奥秘，而且为疾病的治疗开创了新的有效方法，让人们看到了长生不老的曙光啊。那么这个端粒大家都已经很熟了，我就不需要讲了吧。讲一下吗？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我们都是由23个染色体身体里面，对吧？我们中间这个橙色的部分呢，就携带了我们家族的遗传信息。所以说，你高矮肥瘦，你黑白，你长得像你妈像你爸，都是用中间这个橙色的部分。那中间这个橙色部分，你带了你们家族所有的隐性遗传病在里面啊。那么这些。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四个尾巴上面呢，就有一个蓝色的，我们叫保端粒哈，叫帽一个保护套。那么这个东西是不带任何遗传信息的，所以说以前的科学家都忽略了它，没去研究。近代的科学家就发现，我们长任何东西都应该是有用的，然后他们才去研究，就发现，哎，从我们受精卵开始，在妈妈的娘胎里面，我们的细胞就开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子分裂。那么每分裂一次，科学家就发现，哎，这个尾巴，这个蓝色的东西会短一节，啊，每分裂是短一节。当这个尾巴没的时候呢，科学家就发现我们的细胞就开始停止分裂了。所以说他们就发现这个端粒是决定我们细胞分裂次数的，啊，如果今天你的端粒哈越长，它就分裂的我们的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如果端粒没了，我们的细胞停止分裂，我们就先身体里面没有新细胞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衰竭了，我们的肠衰竭、肝衰竭、心脏衰竭就是这样来的。你的心脏就没有新细胞了，然后慢慢它就是老化就衰竭死亡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他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就是尾端的可粒，叫端粒啊。端粒的话，其实英文名字叫 telomere， 就是你们会看到下面有一个叫 telomere 啊，正规的学名叫。特米尔啊，那么中国人把它翻译为端粒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决定了，就是我们生老病死，我们人生老病死的原因就有这个端粒决定的啊。那我们中国人看一下，2015年调查的我们的平均寿命多少？74.5岁，对不对？那我们人其实为什么我们人可以活到120呢？科学家在用这个基因遗传学啊、分裂学发现，我们这个从受精卵开始，我们这个细胞一分为二，一辈子可以分裂50到60次，每个细胞可以存活2.4年，所以说我们人是可以活到60×2.4，是120到150啊。那么其实我们人是可以活到120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人都没有活到？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4.5岁。日本人大概是83到85，欧美人的话88岁左右。那其实他们看过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空气污染、我们的抽烟喝酒、我们的缺乏运动，都会让我们的这个端粒提前缩短。我们中国人就缩短的更快，我们就已经比别人少活10多年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端粒哈，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啊。那我们后来科学家呢，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我看这里有没有哈，黄芪里面啊，找到了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就是叫 TA65。那这个 TA65呢，你吃下去以后呢，它会快速的，就是激活你的端粒酶。当你的端粒酶被激活的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缩短的端粒再延长。啊，就让我们又有新的细胞分泌出来，去修复跟代替受损的了。这就是黄芪里面提供的一个成分。所以说呢，我们的杰斯公司的老板创始人 Randy 跟 Wendy 呢，当初知道这个 Randy 跟 Wendy 哈，知道这一个技术的时候呢，他们花了$2亿，就把这个专利权从三个科学家手里买断了30年的生产销售权，所以才可以来到我们的杰斯。所以今天你有了这个端粒的话，那你就有了一个长寿的保障啊！你想要活得健康，我们人活下去，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端粒就在缩短。只要我们往后越活下去，我们就是越来越衰老，我们就是越来越老，越来器官越来越损伤，然后各种疾病就出现了。所以你看你的爸爸妈妈，五六十岁开始，70、80岁开始这样病那样病，对吧？长期就靠吃药，有的吃一大把，对不对？拖着在活，没有质量。杰斯这个飞乐就是让我们活得有品质，然后让我们能吃能跑能跳，啊，健康的有品质活到100岁到120岁。对，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有品质活100岁，你也不想，对吧？没意义，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飞乐。那么这个减脂塑形的这个产品的话，那它有三个产品组成，第一就是 RenShape， 第二个 RenFit， 第三个是 RenPro， 啊，这个也是金帕帕哈，后来研发的一款产品。因为他后来发现我们人肥胖的原因，我们以前拼命的做运动减肥呀，我们以前捏脂减肥呀，我们去蒸桑拿减肥，对不对？我们然后呢喝减肥茶减肥。其实真正你肥胖的原因，其实在于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激素，英文的名字叫 leptin， 中文给它翻译为叫瘦蛋白。啊，那你妈妈生下来的时候，你天生就带了这个激素。那么有的人呢，生下来这个激素就很高，所以有的人就生下来吃什么都不会胖。有的你看呢，他吃很多东西，但是很瘦。对，就是对，这样太好了。对于我们那些吃货就太好了，对，就像你一样，我多像喜欢你啊，对啊。那有的人呢，生下来呢，这个激素就很低，所以说他吃一点点东西，他肥就长得很胖。那其实这个瘦素才是我们真正瘦跟肥的真正原因在这儿啊。那么正常人呢，一般在年轻时候呢，这个瘦素很高的。我们年轻时候，所以每个人都不会很胖，因为我们吃下去东西呢，有这个瘦素很高的水平，它就会燃烧所有的脂肪，快速的燃烧，而且它很快就给你有一个饱胀感，给你大脑神经发一个指令说，哎，你我吃饱了，你这个时候就没有食欲，不想再吃了啊。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瘦素呢就开始受损的下降了。到我们40多岁以后，这个瘦素这个水平就很低，所以我吃什么东西呢，它就发一个错误信息说，存储起来，把一点点我的能量都给我存住起来，给我存在肚子，给我存在大腿，给我存在这个手臂。你有没有发现，哇，到处都是白白肉啊什么的，对不对？好，那么另外呢，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永远都没吃饱，我从早到晚都想吃东西，你没有饱胀感，因为你激素水平太低的时候，它会发出错误信息，你就没有饱胀感了。那这个是我们真正肥胖的原因。所以呢，后来我看一下啊，后来呢，对。那个科学家就发现呢，在非洲的有一个果实叫芒果，这个芒果的果实，小芒果的果实里面就有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呢，你只要吃下去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的瘦素的水平，2个月会增加150%。所以你长期吃这个时候，你的瘦素会增加，然后呢，就瘦素一增高，它就开始燃烧脂肪了，你就发现你开始减重了，消脂了，非常重要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年龄大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哈，我们脂肪越来越多了，肌肉开始变少了，我们的脂肪跟肌肉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在这个 RenFit 里面呢，科学家就用了一种特别的氨基酸，
这个叫支链型氨基酸。你喝下去以后呢，它会重新分布你的，重新去组合你的肌肉跟脂肪，它会把你五磅的脂肪燃烧掉，重新给你 build up 五磅的脂肪。所以说五磅的肌肉，对，五磅的肌肉。所以你体重可能没变，但是你发现哎，你的 size 开始小了，本来八号的 size 变成四号了。为什么？大家看一下，五磅的脂肪这么大，五磅的肌肉只有这么小，然后所有人看到你就结实了，紧实了。我们需要的是紧实，就算现在很瘦的人，你没发现肚子还是一堆，因为你松了。所以说你喝这个的目的是把你的脂肪燃烧掉，增加肌肉啊。那有很多人，你有没有发现运动员就是喝了蛋白粉去运动，所以产生很多肌肉。他们由于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蛋白转化为这个支链型氨基酸。但是呢，科学家就是发现，金爸爸就是研究所发现，当你过了50岁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喝蛋白粉，你的身体都丧失了把这个蛋这个转化这个氨基酸的能力。所以他现在让你直接喝这个支链型氨基酸，你就可以直接不用运动也会紧实，你的手都是实实在在的紧实的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保持你有什么运动能力。连你老了后为什么运动不了？因为你有肌肉了，提不起东西了。为什么走不动路了？你的腿上全是脂肪，没有肌肉，走不动路了。对，所以说这个让你永远强健啊，好，活得强健。好像又有点按不动。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早上的代餐啊，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代餐。那这个呢，就是要求如果你吃了这个的话，你真的就不要再吃肉了。因为这个呢，是从我刚说了，豌豆看到没有？杰斯他公司选材很重要的，黄豆有这个有基因，所以他选的是豌豆，跟乳清蛋白，啊，小分子的这些纤维蛋白，啊，然后呢，含多种益生菌促进消化，然后呢，这个你吃了以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分子的益生菌帮助你消化蠕动，所以你吃了这个以后。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减肥的这个 program 这6个月，那你中间一定记住，就是如果你吃了代餐，你今天这一餐一天都不要去吃肉了，不要吃肉，因为蛋白已经够了啊。还有一个呢，中间在做这个减肥的时候一定不能糖，不能吃糖，喝咖啡要喝 black coffee， 吃面食要吃黑的面，就不能吃精面，精面里面全是糖分，没有什么营养。然后一定不能有糖，因为有糖就会破坏人的激素，所以说就会令这个减肥的这个效果会大减。这是要他一直强调的哈，我们一直他在强调的。所以说现在新的减肥，你看没有，在减掉你的脂肪的时候，重建你的肌肉，同时把你的血管里面的血脂清得干干净净啊。那过去的减肥，你看减完了以后，脂肪还是有啊，但是肌肉萎缩了，血脂还是很高。所以呢，杰斯的减肥呢是基因层面的减肥，基因层面的减肥，让你健康的塑身哈。那这个呢，临床训练呢，啊，当你就是说你用了2个半月，所以你在用这个整个这个扔系列的时候，至少是2个半月，最少2个半月，你会看到你的瘦数增加159%，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减少血管中的血糖22.5%啊，然后减少总胆固醇22%-26.5%啊，减少这个坏的胆固醇27%，就是引起我们高血心脏病的最主要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远离糖尿病，所以说有些年龄大老年人他有糖尿病、心脏病，还有胖的，喝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扔系列。啊，这个呢就是一些老外他们参加这个6个月的 program 啊，那他们的现在的效果啊，老外就是要签字的，很严格的，要签一个 paper 的，就说你必须要跟从他的，不能一定不能吃糖，一定不能就是说一定不能沾这些东西，你要签出一个6个月的减瘦身减重的计划的啊。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循，所以他们老外减的都非常好啊。所以说整个我们的这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话，就是 use enhance system， 刚刚我讲的，你再来看啊，就是细胞整体的提升的一个系统啊，从外到内，从内到外啊，
方向调节，全方位的修复我们的细胞啊。那么杰斯公司现在就是第五代的保健品，嗯啊，第五代的保健品的话，就是从细胞层面着手，修复细胞，然后修复基因，补充细胞的营养，让不健康的细胞变健康，细胞健康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然后呢，领先10年的生物高科技，啊，后面应该没有了吧？嗯，这个什么的，嗯，对的，嗯。第五代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对第五代的要求，第一就是纯天然。你经常会有问，你跟叶倩跟李三的产品，嗯，会混淆，会觉得差不多吧？那他们会大概啊？那我往回那个，就是往回倒一下，我他们好像第三代吧？对，刚刚往回倒，对。好，这个就看到没有？嗯。营养型的保健品就是以安利为代表的，基础营养素的啊，强化型的就是我们过去补铁补锌啊，啊，那个乳桑拿的话就是在第三代，第三代乳桑拿是器官的，到了器官医学啊，然后那个 New Skin 呢，就是到了第四代，它叫功能因子型的，它已经进入细胞了，它只是在，但是呢，它只在细胞的细胞质，它主要就是作用在。他的技术，他掌握的技术只能在细胞质，不是 new skin， 细胞质，质在外面质，质量的质，质它主要作用在修复线粒体 RNA。我们有个 RNA， 有个 DNA， 有两个。你在生物学生物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你一定会学到。所以说 new skin 是在这个层面，它的科技只到这个层面。但是杰斯，Manitag 的话是在细胞的外围。细胞的绒毛沟通，它叫糖质营养素。糖质营养素的话，就是细胞与细胞之间，它们有个沟通，靠这个绒毛在沟通嘛。对。那它这个糖质营养素去了以后，它就增加它的沟通。可是你沟通了以后，这个细胞它就说它是一个有一个残疾的，你喊它去工作，它也不能工作的很好。如果基因受损了，对不对？对。那么今天这个杰斯的话，就到第五代，就是它可以修复它受损的基因了。那么你沟通了以后，找的这个人来说，他能力不行，他是一个残缺的，他也没有办法去听你的指令去工作。所以说，你刚刚说 Manitag 它是在外围细胞外围绒毛之间的沟通。那么 New Skin 呢，已经进到细胞里面了，但是它只在细胞质里面修复 RNA， 主要作用是线粒体。线粒体。对，它的什么 TA90 啊，那个平方啊。我看过它，就只都在作用线粒体，所有东西都是细胞核，没有到细胞核，对，没有到细胞核，没有到基因，嗯，对，这就是更高的科技。所以杰斯掌握的科技，就是说已经是在目前来说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第五代，是进细胞，然后进到细胞核里面。所以基因，你看我们整个东西，你看到没有，都是被我们的干细胞，对，对吧？被我们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对我们基因后面那个尾巴端粒进行修复了，这个需要非常高的科技，不是你我两个可以想象得到跟做得到的。对，所以说你掌握的科技更先进，那你现在就掌握了这个。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这次我朋友在分享就说得好，有一个伙伴说的，这个中国的现在政策在哪里，需求就在哪里。现在中国政策什么？要大健康的嘛，特别就是开会强调了，对不对？健康，而且要取替。